맛있어, 고기. 되게 맛있어. 李奶奶已经70多岁了，生活在贵州省贵阳市的花果园小区。她不能像其他老人那样安享晚年，还得辛苦劳作。我一天晚上要炒这个馄饨，萝卜都去了，辣椒。然后把它弄碎碎，一定要弄碎，要弄，然后弄点加点，有香料嘛，加点点那个菜油，它才不呛。不然你这不能冲。这是真正的调制辣椒最好的辣椒。多年来，李奶奶都依靠加工售卖辣椒来维持家庭开支。制作辣椒的过程，一般人可是受不了。我就是戴个口罩啊，从小就是这样子，必须眼睛的，冲六个都冲，只冲得到两次，六个都冲两次就行。古稀之年的老人不仅要养活自己，还要撑起一个家庭的重担，因为在10多年前，老人的儿子发生了意外，不久之后儿媳也不辞而别，离家出走了。发生这个事以后呢，老人的儿媳妇就走了，走了，剩下两个孙子。走哪去了？不知道，到处我们都找了。当时孙女12岁，孙子9岁，抚养两个孩子的重担随即压在了老人的身上。好在社区为两个孩子办理了低保，每月能有1200元左右。我经常也在给他讲，他儿子也是想的。我说事情不发生已经发生了，我们都往好的方面想。我们现在主要任务就是把这两个娃娃，健健康康给他带出来，这是最大的任务。多年来，老人是一边流泪一边流汗，在这套回迁的小房子里，不停地干活，再一个人推车出门卖辣椒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的操劳，让老人的身体已经吃不消了。但是，想着两个孩子还没有自立，他还得咬着牙继续坚持。阿姨，我看你这后面还绑着一个小东西，是吗？是啊。这个是什么呀？这是专门做成腰杆的。那你这样推车还行吗？勉强，你不做没办法。那你这样推车的话，疼吗腰？那比稍微一点点，稍微好一点点。老人的腰疼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但是他不敢，也不能倒下，一家人的生计还得指望他。这车的货如果全都卖完了，能卖多少钱呢？全都卖完要卖个5-6块钱，都7块钱。不下雨哦，要不我们先在边上等一会儿吧。老人的坚强不但让自己自立，也给社区和社会减轻了负担。周围很多人都了解他们的家境。这个辣椒面拿回去吃那个炸洋芋，蘸辣椒面吃，还有这个7.5块哈。这个大的辣椒面怎么吃？做辣椒水啊，这个辣椒面辣味很足的，婆婆你不打不散。这个婆婆你认识吗？认识的，经常在下面买辣椒，给辣椒买辣椒面，买了很多年了。反正她挺厉害的嘛，自家一个人带两个孙子出来。老人小时候没读过书，他不希望孙女和孙子跟自己一样没文化，所以下定决心，无论多苦多累，都要让孩子读书。他就跟我们说，他因为没有文化，所以吃过很多亏，希望我们不要走他的这种老路。就希望我们好好读书。毕竟岁月不饶人，老人心有余而力不足，身体吃不消了，腰疼得越来越厉害，绑着腰带也不行了。
一向节省的老人不得已终于去了医院。这打了一跤没呢？这打到没呢？有没有搬重东西呢？没有。啊，然后就那天就6月25号那天，早上都还可以，到下午突然间就觉得。下午也没有，我都是晚上睡觉。晚上睡觉以后就腰杆疼起来了。平常都痛，平常都痛。哦，变成的。那么6月25号是有哪变化呢？觉得我起来我就睡的时候，一不睡以后双脚都站不起了。啊，就站不起来啊。医生诊断，老人的年岁太高，又常年重体力劳作，积劳成疾。啥子位置痛的严重？还严重的很，眼睛痛不到，眼睛有点痛哈。眼下必须要休息调养，再积极治疗。最后呢，要根据你的情况了嘛，看你好久来，如果在家里面养几天来看。再吃点药，再养一下，啊，再敷点药。如果是越来越好，那么就最好了嘛。实在不行，那么啊，当然啊，你肯定是能够不手术最好了嘛，能够养得好最好。因为我实在忘不，如果在最后确实越来越恼火啊，你就可能就那个了嘛，好不好？哈、啊。老人说他不仅仅腰疼，还有手臂麻木和疼痛的症状。医生分析，应该是颈椎的问题，随后也做了检查。你这个最关键的位置，这个位置出了问题。我是觉得我们正常的椎间孔这么大，这个椎间孔里边它是一些神经和血管穿出的地方啊。你看这个椎间孔这么小，它椎间孔下坠以后，它就压迫这个神经同侧的那个筋啊、手啊这些麻木无力疼痛。由于这个骨性的增生和椎间盘突出引起这个椎间孔狭窄，压迫神经根，引起了这个老人家这个症状。医生说，这是老人长期劳作导致的结果。另外，他还长期吃素，营养不均衡，还存在骨密度的问题。如果单从数据上看的话，哈，我们一般在负三以下就可以考虑他偏重了。就像他负3.9那种数据的话，有时候弯腰啊、打喷嚏啊、感冒、咳嗽啊。那个胸背部都有可能发生，那要小心，就是要少做剧烈运动，是吗？哎，对，哎，平常那个坐姿、站姿，弯腰什么的，那些姿势都要很注意。医院了解到了老人独自抚养孙女和孙子，经济非常困难，于是给予了照顾，对老人进行了细致的诊疗，而且还减免了医疗费。老人明白自己的身体不应该再操劳了，可是肩上还有生活和生存的压力，不能一下子把担子卸掉，只能尽量不搬重物，避免重体力活。社区人员听说老人生病了，前来探望，让他挺高兴。那你拉着他手就不放？你什么手？难得看见你笑了。你来你没看到我笑，我看到他来了我就笑。闯到他都喊呐、疼呐，你有哪些困难呐、娃儿有什么呀，我都觉得他说话很的那个心里都很好。从家庭两个娃能在这个家庭哈能健健康康的成长，真的离不开你这老人家，你离不开你这。尽管自己的身体不适，但老人还是很高兴地跟社区人员分享了一个好消息，也是他们一家人期待已久的好消息。孙女考上了大学。我奶奶觉得砸锅卖铁也觉得可以去读，她也希望家里能出一个读书好的能上大学把学业完成的。全家人的愿望终于实现了，但同时也面临着新的困难。孙女的大学学费该怎么办？社区在此伸出了援手，一起想办法。那么她奶奶跟我讲咋办这个学费，我说那你不要急，马上我们就相关部门的嘛，我就给相关部门给报，把他的情况讲了，给他申请点就是补助了嘛，起码他不得那么紧熬了嘛。在宋主任的热心协助下，作为困难家庭，老人的孙女向社区申请到了一笔助学金，用于支付大学的学费。社区这边补助了5000。哦，那5000，我那个很那个，5000补助，但我的命更贼。这5000，你要是卖辣椒，得卖多长时间？卖多少？一个卖多少？现在一年都挣不了5000。这笔钱缓解了老人和孙女的燃眉之急。除此之外，
记者在采访中还从社区人员那里听说了一个情况。我们宋主任嘛，他聊天的时候跟我说，他说这个女孩挺乖的，他就说平时他就像个人资助她一个月200块啊，或者是什么的，给她她都不要，这个女孩都不要。他说不用不用，我自己打工可以挣的。你当时是怎么考虑的？我觉得这小孩呢，他能在这种环境下的能成才，我觉得不错，而且他能把他小弟呢也管好也不错。我当时是这样想的，我说钱不多，但是起码呢稍微宽裕一点，但是他不接受，他不接受，他说他靠他的双手，他能自立。社区人员跟老人的孙女从小就很熟悉，她也跟奶奶一样很自立很坚强。我是想其实我开销也不大，这样的话就不用再麻烦主任了，然后因为这样的话我在生活费，其实主任在这个政策上能帮助到我的都已经很帮助我了，也有低保也有助学金，然后周末也有，我也可以找一点小兼职之类的。奶奶说孙女从小就很懂事和体谅别人，孙子小时候有点调皮，但是现在成人了也会关心和照顾别人了。我现在他都晓得心动，你来让你别去做饭，咱要他都打我们在吃饭他都打电话问我啊，他打电话我来了，你来现在知道吗？他来他走了，他都那个摄像头他拿去都把我看到了。哦，这里有个摄像头啊。摄像头啊，他都是他的摄像头。这是谁装的呀？我家小弟我孙孙装的。哦，孙子装的。他装的就是说，我一个人呢，他又怕我遭抓，又怕我在那高头睡。我一在高头坐着，拽瞌睡了，他就开始喊起来了。他说怕我在屋头遭拽了。他这个上面喊你能听得见吗？听得见。喂。喂。我干啥呢？我干啥呢？你中午不休息啊？我今天休息二八个月了，不。你打算把你哥的三个孩子？俺们中午休息了吗？我才在医院去把药拿回来。孙子没有像姐姐那样考大学，而是上了职业学校，目前已经开始实习，快要工作了。你为什么会考虑的装成一个摄像头啊？你看，我想到有时候我姐姐去读书的时候，就她一个人在屋里嘛，我想来装个摄像头啊这些，方便点了嘛。你姐姐读书了，你也不在家是吧？不然我一般就白天的话，我周一到周五基本上不在家的，我都上去班的了嘛。现在上班的话，是不是也有收入了？哎，有小点。那也能够就是给奶奶分担一些了哈。哎。孙子现在很惦记和关心奶奶，尤其最近奶奶生病了，他更放心不下，经常会通过视频看看奶奶，再聊聊天。提起孙子，奶奶充满了欣慰和骄傲。其实他也很帅呀。谁很帅？你这个孙子啊，帅哈。他也很帅。可以。我也高，他差不多。哦，个子也高啊。不光奶奶觉得孙子优秀，社区人员也对他的印象很好。阿哥娃娃也乖，你有孝心嘛？娃娃你有孝心，我一喊一个笑，一喊一个笑。嗯。啊，娃弟弟阳光，他是乖娃呢。那这个是不是也是受到奶奶的影响？奶奶又坚强。对。所以我说他很有，就是他成就。嗯。哎，我就给他讲呢，我说起码你要跟，起码这两个婶婶是在你的呵护下长大哦，能成人成才，那么就是你最大财富，真的。老人现在的心情愉悦了，也把工作量减少了很多，而且加工出来的辣椒放到了别人的店面里代销，他自己就不用每天沿街推车售卖，省了很多力气，也不用再被风吹日晒了。我只希望我奶奶身体健健康康的，她不用出来辛苦劳作了，我挣钱去养她就可以，都可以，只希望她身体健健康。老人经过了一段时间治疗后又到医院复查，身体明显康复了很多，
应该不需要手术，慢慢保守治疗就可以了。我希望他们两个都成才，两个都好，让姊妹和和睦睦的，就是我的希望。老人独自抚养孙女孙子十多年，吃尽了苦，流干了泪。小孙孙啊，如今孩子们眼看着长大有出息了，老人也眼看着要苦尽甘来了。